对啊，因为我们公司现在累积了6万多个客户嘛，而且都是很多高净值的客户啊。那这些客户他的需求呢，可能刚开始来只是跟我们咨询年金保险啊，但是跟我们因为年金保险你知道它是一个粘性很强的一个服务，它每年都要 review statement 的，所以慢慢跟我们熟以后，我们就发现可以开发它很多潜在的其他的衍生的这个服务的需求啊。那我们一路走来跟很多就是不同的商家啊，比如说律师啦、会计师啦啊，还有有的是做这个健康养生的，什么打干细胞的，我们都有一些合作。那我们合作，就发现说，哎，这种强强联合的这个模式、加盟的方式啊，其实是就是大家都是 win-win 的，因为呢，它不仅可以帮助我的客户的需求的衍生服务，OK，同时呢，它也增加它的就是业务额嘛，因为我们的客户量比较大，他的客户的介绍给他以后，他的业绩在增长啊，那我们也有好处啊，因为我们的客户跟我们讲了他的需求，我们介绍过去这种比较专业的人士，那客户的就是他的这些需求也得到了这个帮助，那对大家都是 win-win，就是客户也赢啊。当然我们还是以客户放在第一位嘛，客户也赢了，他因为他有时候资讯不如我们广，那他得到了很好的服务，那我们三家都是 win-win 的 situation。美国互惠财富集团能够协助高净值客户完善下半年的投资规划，并且善用美国保单的优势传承财富。观众朋友预约免费的讲座或个人咨询，也请拨打免费专线。